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58页第一行最后一句，看起此书这个是念老引用日本慧书所述啊，此书是指的慧书。以极灭即苦集灭道四谛法中之极灭二谛啊，故云集中以坚苦，这里头带着说的苦，灭中呢也含的有道啊，苦集灭道。那么经言即灭，实际上四谛全说到了苦集灭道，又有应入国海，国彻应云，因果相摄，小大偏远，同归一乘法中。不仅释迦如来49年所说一切法，乃至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十方一切诸佛所说之法，也都同归呀。一乘法中，一乘法是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的总称、总名啊。一切法呢，不出一乘；一切法不离一乘。一乘是成佛之法。啊，二乘是大小，大乘是菩萨，小乘是声闻。啊，三乘是说的声闻缘觉菩萨。啊，最后呢，全归一乘，没有一个不成佛道。
啊，少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、由此之故，设四谛之教，世界方便二说。啊，名为因身方便。佛的教学跟世间的相类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。阿含是小学，佛陀的小学12年，比我们现在的小学时间增长一倍。啊，现在社会的小学是6年级，佛的小学12年。啊，中学、初中、高中也是6年。那么佛的方等好比是中学8年。啊，跟前面加起来20年。这20年是基础教育。从时间来观察，我们就知道佛陀教育的扎实。根深呐、啊，啊，在向上薄弱，好比是大学22年，最后法华8年，好比是研究所，啊，到研究所就是一乘法了。啊，《法华经》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。一切诸佛如来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啊，世尊讲的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都是方便说。最后。归一乘，古时候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成佛的法华，开智慧的楞严，简略的告诉我们，法华说什么，楞严说什么。楞严所说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啊，法华经所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成佛之道啊。古代祖师大德判教啊，属于一乘法的只有3部经：华严、法华、梵王。华严跟法华传到中国来了，梵网只有1品，啊，菩萨心地戒品，全经没传到中国来，啊，现在在印度也找不到了，
啊，在今天，在全世界，汉文翻的经典，藏文所翻的，巴利文所翻的，是以汉传的这一支典籍最丰富。啊，典籍传下来了，非常可惜的，没有人真正的依教修行。啊，这叫末法。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：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啊，正法第一个1000年，法味纯正，有讲经的人，有听经学习的人，有真正依教修行、有正果的人，这叫正法。啊，相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没有正果的。啊，第三个时期，我们现在这个时期，末法。啊，末法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修行的，当然，更没有正果的。啊，末法把佛的经典当作学问来研究。我早年入佛门，是把佛经当作哲学来研究。啊，老师给我开的课是佛经哲学。从这儿进门的。啊，没有依教修行的。这叫末法。12000年之后，末法10000年，释迦法在这个地球上就消失了，没有了，叫灭法时期，也就是说，没有讲经，没有听经，没有修行的，没有正果的，这法就灭了。啊，一定要等这个世界再一次语言成熟，啊，会感动弥勒佛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啊，弥勒现在是菩萨，他将来会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教化众生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没有生灭，但是它有隐现。隐是隐蔽、隐藏，虽然在，我们没有感觉到。
啊，如果我们这个世间有少数人，不是多数，少数人觉悟了，少数人想学佛，佛就实现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看看众生的根性，他想学什么，他能学什么，啊，他能理解多少，佛菩萨实现，会如其量。方便教化了啊！这个世间呢，再有佛法了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，这些菩萨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们才有这个能量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他们确确实实在实现教学过程当中，确实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虽然体无相，啊，现象虽然有相，但是这个相啊，不住，留不住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。是一种相似相虚相啊，所以不可得。体万法皆空，不可得。相刹那生灭，也不可得。所以化身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，完全通达明了。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，真正做到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是佛菩萨住持，这样住持是来普度众生的。所以此地文字里面所说的鱼应入过海啊，应就是众生的缘，众生有感，这是应，佛菩萨有应，感应道交啊，果持因缘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啊，因果相摄，小大偏远，小教小乘大乘，
啊，偏是别教，跟他相对的是原教。同归一尘呐！啊，教确实有这么多分别，但是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。啊，故说四谛之教啊，是即方便而说。啊，名为因身方便。小教、别教都是方便说。又经引述曰：“善知习等，这个习就是机。”中国古人称为习性，啊，本性本善，习性不善，啊，是习性呐。本性是先天的，自性本具。习性是后天的，就是我们讲的习惯。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他要是跟圣人在一起，他自自然然变成圣人；跟好人在一起，他变成好人；跟恶人在一起，他就变成恶人。那他会受外面环境感染，这叫习性。啊，是其教解，习善之教，名习因身；灭恶之教，名灭因身。说明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教化众生呢，是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没有定法啊，但是他有一定的目标方向，那就是引导人回归自信，啊，帮助人证得无上菩提，这是佛陀教学的宗旨，终极的目标，啊，帮助我们成佛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圆顿根性少之又少啊，那样的根性很容易成就。啊，大小乘的根性非常之多。啊，对于这一类根性的人，要循序渐进，先从小教，再到大教，慢慢的引导他。啊，最后他也真的圆满。这菩萨于此啊，心能善解。
故名善知。于中巧知，巧是巧妙，故曰方便。所以方便也称为善巧方便。啊，又加强书里头说，善知熄灭因身，明慈无碍。啊，讲经言辞，啊，表达的技巧，令听众容易理解，欢喜接受。啊，这叫慈无碍。著述不妨同参。啊，经论祖师所说的不尽相同，可以合起来看。啊，本段末后有两句话说：“不兴是语，要在争论。”啊，这两句话呢，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自己能养成。啊，是语世间。佛陀这些弟子，他们对于世间学术言论不喜欢，但是他们能随缘，不喜欢也能随缘。为什么？如果不随缘，跟众生的缘就断了。啊，断了什么？他不跟你往来了，你没有机会教他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，虽然不喜欢呢，也恒顺众生。啊，恒顺里面把他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思想纠正过来，这是慈悲，这是智慧，这是善巧方便。啊，他们喜欢什么？喜欢在争论，要在争论，这个要是爱好。啊，那什么叫争论？慧疏又说：“明其利过，未非世间无疑之论。”啊，世间的言论，对于了生死、出三界、破迷开悟，毫不相干。啊，菩萨不说这些话。啊，专要说出世大乘究竟了义。啊，佛菩萨在一起讨论什么？怎样超越轮回？怎样超越十法界？啊，怎样往生极乐世界？亲近阿弥陀佛，证得究竟一乘，这是菩萨们最爱听的，那最欢喜的事情。幕后念老给我们做个总结，究竟了义。第一义谛之言，方明正论。
这是把正论下了个定义。什么是正论？那我们再把这个定义具体回归到教学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此经此解啊，此经大乘无量寿经，此解黄念祖老居士的记解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正论啊，正因啊，正身啊，正语啊，正论。再看下面的一段，二力圆满，自力利他达到圆满了。啊，这一段分为四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，即近而语。请看经文，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，生生烦恼，二语俱尽。这一桩事情，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做到了。啊，可是此在这部经上讲的意思就深了，超越小乘多多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啊，他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圆满。啊，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。这一句很重要。维摩经弟子品曰，诸法究竟无所有，这是空义。啊，一切法确确实实。啊，佛经上教我们用梦幻泡影来看一切法。一切法是梦境。不能说他没有啊，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，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，梦里明明有，醒过来一无所得。一切法跟梦境完全相同，又大乘一章曰：“空者，就理章明。章是彰显，就是非常明显叫章。
啊，空是什么意思？空是从理上讲的。啊，理即明空，理是体，哲学里面讲的本体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所生，体是能生。啊，体叫理体。啊，理体空寂。啊，空寂是说它的相，因为它没有物质。不是物质现象，我们眼耳鼻舌身语言不到啊，没有办法觉察它存在，它也不是心理现象，我们也想不出，无法想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，那它的本体里头没有，它能生。虽然生这三种现象，这三种现象是梦幻啊、泡影，不是真有。啊，那佛经上称它呢，称它做妙有。啊，妙有非有，就像梦中境界，梦中境界有妙有，你看在梦中好像真有其实，醒过来之后没有了，啊，痕迹都找不到。我们六道是妙有，十法界也是妙有。我们自己不知道。啊，现在听佛说法。哦，有这么回事情。佛说法非常客观，佛没有教导我们，我们一定要信他的。佛没有这个说法，佛要求我们把他所说的，你亲自去证实。所以佛家讲的信、解、行，幕后是证，真正证实了，那你就这坚信了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留下的经典有两个作用。第一个作用，我们从经典里面得到很多信息，这些信息都是我们根本无法觉察的。啊，像极乐世界的信息，不是佛说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第二个信息呢，是给我们做证明的。我们通过修行证得了，证得之后可以跟经典对照，像经典上所讲相同，那就是真的。你所证得的境界与经上讲的不一样啊，那就不是真的。
啊，所以佛法叫我们求证呢。啊，佛在这一会里头，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讲得非常详细啊。啊，有一天你见到极乐世界了，你所见的跟佛经上讲的是不是完全一样？完全一样的，正确，对的，你没错误啊。啊，不一样呢，不一样，你看错了。你所切入的境界不是极乐世界，啊，有这两大作用啊。我们在慧远大师传记里面看到，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。慧远大师传记里面记载，他一生当中曾经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不是做梦，他是在定中见到的。啊，念佛止境，他止境的时候入定了，定中见到极乐世界，从来没有告诉过人。啊，真正是见如不见，极乐世界的现象。没有干扰到大师的清净心啊，没有影响到他的念佛三昧啊，临命终时，这个境界又现前了，跟以往所见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他才告诉大众，他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告诉大家，极乐世界现前了，他见到了。又告诉大家，过去曾经三次见到。啊，同学向他请教，你所见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？他说跟经典所说完全相同。啊，这经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。啊，所以会所里头说般若妙慧也，正寂灭平等，故云知一切法悉皆寂灭。啊，空寂这两个字，为一本里面做寂灭。啊，寂灭就是空寂的意思。又万善同归寂里面说，万善同归寂是善导大师的。啊，这里都说，教
说明空，讲是经教，经教里面所讲的空，为什么说的空？不可得，无是相故，没有实际的东西你能得到，所以叫空。是不断之物，这四个字重要。整个宇宙的现象是什么？是不间断的物。这一句话不好懂。无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空寂。啊，也就是教里面所讲的妙有。我们在梦中，梦中六根缘六尘境界有啊，眼见色耳闻声呢，清清楚楚啊，明明了了啊，有啊。醒过来之后，梦中的六根六尘六识俱不可得。梦中的根尘识叫妙有，叫不断之物。做梦的时候没间断，前念是梦境灭了，后念梦境又跟着起来了。啊，梦境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，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啊，都不相同。它是相思相续相，不是真正相续。真正相续，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，那是相续啊，前念跟后念不一样，大同小异。大同小异是我们感官上所感受的，而实际上呢，可能与这个恰恰相反。是小异啊，这个小同大异。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在梦境里头所缘的范围是梦境极小的一个角落，不是全体。啊，全体是什么？全体是变法界虚空界，太大了。我们这个小角落里头，大同小异，外面呢，外面大异小同。那我们很冷静去观察，能体会得到。啊，能大师告诉我们，自性能生万法，能生整个宇宙。从整个宇宙，那就是大异小同。没有实现呢，不断之物啊，纵上引证，简要言之，极乐菩萨以般若描绘，
啊，般若妙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，不从外头来的。外面来的是知识，内心里面透出来的是妙慧。这个智慧了知一切诸法，皆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平等空寂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没见到啊！我们把梦中的现象完全当真了，以为真有啊！啊，下面念老告诉我。但因地知一切皆空，不是断灭。这一切境界相没断，它没有灭。啊，此空寂是实寂离体。这是真实，边是边际啊，离体能生现象啊，所以它不是断空啊，不是空无空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叫断空。啊，这个空里头包罗万象，虽然包罗万象，真正无有一法可得，一样你也得不了，得不到。菩萨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现身说法，自自然然能做到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与实际离体完全相应，这叫圣人，这叫祝福，这叫发生大事。啊，这叫出世。啊，真正超出时间，有没有离开时间？没有，不离时间而超出时间，这妙啊！啊，乃不断之物。啊，不是断空，是第一空。第一空叫不断之物，如是切入，即灭平等。故云：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。啊，了解。
诸法的真相。没看错，啊，真正契入这个境界，这叫化身菩萨。啊，下面两句：生生烦恼，二欲俱尽。生生是我们现在身体。啊，生生可知分段生死之身，与变异生死之身。生生这两个意思都可以包括在内。啊，我们有这个身体，这个挂回来的时候，此处在指菩萨变异生死。是神啊，因为这里讲的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人没有分段生死之神，没有，他有变异生死之神。啊，随着他修行的功夫不断向上提升，身体变得越变越好。不像我们的身身，我们身身随着时间在变，越变越老了，老化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极乐世界愈变愈年轻，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愈变愈年轻？烦恼愈变愈少，烦恼习气断尽了，那个身是真的大圆满身。不一样啊！啊，又生生乃二欲之一，啊，这个欲呢，二欲是指的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。啊，生生之苦报与烦恼之残余，啊，这个二语，一个之苦报，一个之烦恼，烦恼断了还有习气，啊，习气也是残余，生生是苦果。因是什么？因是烦恼。烦恼是祸因呢，此二俱尽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两种都了了。啊，生生的苦果没有了，烦恼习气也没有了。这两种都断干净了，叫二欲俱尽。如慧疏曰：“生生者是苦果已生，正是苦谛也。”四谛法就是讲的苦谛，烦恼、见思等惑啊，见我们看错了，思我们想错了，我们对自己
对环境、对人、对事、对物看错了，叫见惑；想错了，叫思惑。这种错误是因，因所感得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这一场梦境。啊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修行修出离法，出离世间啊，要从哪里修起呢？从见思烦恼修起。像我们脱衣服，也先脱外面这一件，最外面这一件见思烦恼，当中的尘沙烦恼，最里面的无明烦恼。啊，迷的时候是从无明烦恼开始，尘沙见思；断的时候要从外面先断。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头许许多多的经文非常重要。啊，像这个地方我们念的知。一切法悉皆空寂，这句话重要啊！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把一切法呢都让都当真了啊，当真，它就在里面升起贪嗔痴慢啊，想占有它。想控制他，啊，起这些妄念的，全是烦恼，全是习气，果就是六道轮回了。啊，烦恼就是见思等惑，正是即谛。二语即苦集参语也，菩萨能断正是。即以习气，不但正是，正是就是见思烦恼，还能断习气。啊，无有余残，出过三界，这是什么人？小乘阿罗汉，阿罗汉就做到了。啊，那么习气要是断掉的时候，比阿罗汉还高一级，比之佛。啊，除过三界，立父母生身，有漏果腹，悉端尽，故缘俱尽，二语俱尽。啊，他超过三界，三界是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面。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啊，六道里头三大区块，
我们现在在欲界最底层啊，欲界底层的底层是无间地狱，在最下面啊，我们还算不错，六道里头现在属于人道啊。那问题，我们像不像一个人？如果像一个人，我们在人道里头能保持，为什么呢？来生呢还到人道，不会堕落到恶鬼地狱出生，不会。那人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在中国古代的标准是无常啊，常是永恒不变的，叫常啊，五个字啊，仁义礼智信。叫无常啊，这五个字我们都能做到，来生的人生不会失掉人生。这五个字也是做不到，来生不可能再的人生啊。我们这一生能的人生是前世，这五个字我们做到了，这五个字跟佛法里面无界意思相同。无界第一个不杀生，不杀生是人，啊，仁慈，啊，义不偷盗。啊，礼不言啊，信不妄语，智不饮酒，跟五戒的意思相同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在佛法里头，我们这一生把五戒十善做好，来生呢不是人生啊的人生呢、啊，上品的五戒十善。生欲界天，欲界有六层天啊，看你的功夫，你好好的学习，你能到哪一层？啊，欲界的六层天，都称之为上品是谁？啊，高层次的夜摩天以上，要加一点清净心，不但无界十善修得好啊，心地清净光明。
啊，那就能升到夜摩天，弥勒菩萨住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界，真正得到禅定了，不在欲界了，在色界天。如果能把色也放下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色它有坏苦，啊，四禅天里面有坏苦，有色，他连色也不要了，生四空天。四空天里头没有物质境界，有念头，这是六道里头最高层次的了。啊，可是麻烦呢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寿命很长很长。啊，再长的寿命也会有到的那一天。到了怎么办？到了不能再提升，他就往下堕落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三界痛苦啊，一定要发心啊，除过三界，出离，超过啊，离父母生身啊，欲界父母生身。游漏的国父悉断尽了啊，这就是游漏国父，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烦恼习气断尽了啊。故曰俱尽。又景心大师说，生神在报果报啊，六道轮回的果报，烦恼呢是苦因，因果而语，皆依净故。啊，《净严疏》里都说，生生苦报，烦恼祸因，此二残余啊，皆悉灭尽，故曰二余俱尽。这些说法都说得很好，我们再看二余俱尽，这是真的小果，已经出离六道轮回，下面第二个小段，究竟一尘啊，这说的极乐世界与三界中平等清修，究竟一尘至于彼岸。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言辞妙极了，字字句句感动人心啊！极乐世界这样的殊胜庄严，怎么能不去？啊，一尘
成佛唯一之之道。啊，知是究竟的意思，是最极的意思。啊，唯一之之道啊，最极圆顿的教法。啊，尘是比喻，尘是车尘，一遇佛之教法，教法可载运行人，登于涅槃彼岸，故名为尘。啊，尘就是车辆，我们乘着这个车辆，可以到达目的地。啊，佛陀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，可以帮助我们证得涅槃。涅槃是佛，我们现在是人道，从人提升到成佛，叫登涅槃彼岸。圣曼宝库里头说，一乘者，至道无二啊，故称为一。啊，至道是大道，成佛之道，成佛之道只有一门，只有一个方向。一条路，成佛之道啊！啊，故称为一，运用自在，莫之为尘。啊，古时候念圣，啊，就是车辆的意思。圣曼经曰：“一尘，即是第一一尘。啊，第一义，至高无上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了。啊，这叫第一义。景心思也是这个说法，说一乘者，智虽有三，其极无二，故云一乘。啊，而《法华经》呢，专说一乘之理。啊，该经是《法华经》方便品里头有一段经文。说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啊，经上这个四句信息非常重要。啊，说出如来的本怀。如来究竟圆满的慈悲啊，他要帮助众生，帮到什么结位？帮助你到究竟成佛，跟他一样啊，不会比他次一等。对啊，慈悲到基础啊。啊，而且呢是普遍的，十方佛土中没有例外的，诸佛如来所说的法
就叫一乘法。啊，也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，他说的通俗，说的简单，我们很容易听懂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切入佛法，由最简单、最容易切入的方法，就是看破放下。所谓看破，了解诸法真相，那叫看破。诸法真相是什么？是空无所有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《楞伽经》上佛说的妙，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？不断之无，讲得太巧妙了。啊，确实是无，但是这个无它不间断。相思相许，不是真的相许。啊，相思相许，无论从体、从相、从用上来说，俱不可得。真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心就定下来了。啊，心里面呢，再没有妄想了，没有杂念了。那恭喜你的清净平等觉现前了。清净平等觉是什么？就是妙觉如来啊，你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。啊，《法华经》专说一乘之理，所以我们在前面学过的，例如《法华经》是代表啊，《法华经》开悟是例如啊，从华严开悟的是理事通如。啊，华严确实，理说得多，事也说得多。后面还带表演，53参呢。53参从行入啊，行就是事啊。啊，方便品上这四句话要记住，便于观照。又云，
为此一事时，于二则非等。二是什么？大乘、小乘。于呢？除二之外，还有三乘：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啊，现在还有人说五乘。三乘之外，还有天乘，还有人乘，人间佛法，啊，五乘了。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，只有一乘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佛的方便说。以方便引导我们入真实，所以方便有用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真叫妙绝了。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是方便。令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皆为差别很多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也就是说一切众生之类一个都不漏啊，全都包括在其中啊！只要你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皆能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不可思议的，那就是诸佛如来报土里面的众生，也发心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的报土肯定超越诸佛报土，如果不超越，十报土的菩萨就没有必要往生极乐世界。那我们想想，为什么他要求生？啊，应该是仰慕啊阿弥陀佛，希望自己成佛呢，能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应该这种想法了，是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动机。啊，要不是为这个，实在就没有必要啊。啊，同居土、方便土，那是当然向往极乐世界，成就快呀！下面引净引疏曰：
秤是行用，啊，秤是测量，交通工具，行能运动，啊，运是运输啊。通往两地，啊，故名月秤。随化多重，啊，随化了多重，就是不数，是一言一。于此一秤，穷民究竟，啊，年老。依照净严大师的意思，为我们说明穷尽此一尘之力，就叫究竟一尘。盖极乐诸大菩萨悲施宏甚，虽举极乐了，但为爱民众生，故人示现于三界生死之中，住平等会，精勤修习，故今云于三界中平等勤修。啊，究竟了达实相一尘之理，得至涅槃彼岸。古云至于彼岸，啊，极乐的菩萨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跟化身菩萨平等，啊，当下你就等于是化身菩萨。化身菩萨有能力，像前面所说的，遍游佛刹。没有障碍了，啊，上求下化，啊，上面向诸佛如来学习佛慧，下面可以带一切诸佛教化众生，自己的真身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做这么大的事业，建立不可思议的功勋，是分身去做的。啊，自己的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讲堂。我们如果真正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能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吗？啊，真搞清楚、真搞明白、真想去，巴不得现在就去。啊，现在去，现在解脱了。明天去，明天解脱。明年去，明年解脱。为什么不现在去？啊，现在为什么不能去？去不了。
烦恼、习气、业障，障碍我们念佛了，障碍我们的心愿了。我们虽然信不透彻，还有疑问，虽然想去离不开世间，对这个地方有贪念，总而言之没真正搞清楚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这些问题全没有了啊。到真有能力去还不去，啊，大概是想多带几个人一起去，有这些人，这种人慈悲心很强。啊，我这里还有很多亲朋好友，我希望带他们统统去。啊，那么就在这个时间呢多住几年了，啊，反正他生死自在，多住几年不碍事，现在就走也不碍事，这是敬业成熟了。啊，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去。极乐诸大菩萨悲施宏身呐，虽具极乐了，但为哀悯众生，故人示现于三界生死之中。啊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住平等会，尽情休息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故经云：于三界中平等清修，究竟了达实相，一乘之理，得至涅槃彼岸，故云至于彼岸。啊，究竟一乘至于彼岸的啊，会说曰：“彼岸涅槃妙国也。”净言说曰：“至于彼岸涅槃国际啊，涅槃修行国位到基础，指涅槃之结果，即至高无上之国去，究竟成佛。华严经上称之为妙觉。”世尊慈悲也，啊，讲极乐世界这些状况详细为我们介绍，帮助我们发无上菩提心。啊，帮助我们下定决心求愿往生。
我们看下面第三段，一段会审啊，经文决断以往正无所得，以方便智增长了之。我们看注解，决断以往，此有异舍，就是不同的解释。净云素曰：除妄显真，明断以往，妄是比喻。啊，妄舍弃了，真就现前。妄是什么？妄想、妄念。表现在外面，是妄言、妄显。啊，我们能把这个放下，真真心，真心就现起，真心是清净心，真心是平等心，啊，清净平等就现起了，用真心，真诚。啊，真诚到基础，信德自然流露啊，不用人教啊，啊，其义自见的，古人教给我们用功的方法，句句真实。我们要相信，啊，相信的人就有福了。一切法是自信里头本自具足，不在外头啊。啊，智慧。是本有的，无量的智慧啊！前面我们学过，于任何一法能明了一切法，遍虚空法界，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用心呢要转，用心要一，不能用二心，要专一。专一，开启自信本有的智慧，能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。
这样的人跟凡夫没有差别啊，不是上天对他特别慈悲啊，赋予他这个能量，不是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自具足，平等的。平等为什么不平？是因为障碍不相同。有人长重，他透出了智慧就小。就少，有人障碍轻，显得他的智慧比别人强，啊，比别人大，啊，障碍不是真的，我们可以把它放下，只要真正肯放下，智慧就现前。智慧现前，以往就断了，所有一切疑惑通通消除了。往是比喻多啊，啊，净言说出往现真，这叫断疑往，慧疏同知啊，说法跟他相同。所谓断除以往，智慧自生呐、啊。这个慧，古时候跟下面智慧的慧可以通用啊，在这个地方不能当恩惠讲啊，是智慧。其意皆偏于。断自以往啊，但家乡书里都说，决断以往者能断众生矣啊，这个前面意思不一样，前面是自断，这个地方是帮助别人啊，讲经教学，帮助大众，决是下决定断以往，帮助众生断以生信，两者虽异，但也无违啊，并不违背。因能除众生疑者，守自身无疑，这句话重要。帮助别人断疑生信，自己要有疑惑，别人怎么肯相信？一定是先把自己的疑根拔掉。啊，然后啊，自自然然。能帮助别人断疑生信又自身即断以往真知自身啊，为什么呢？自身的以往是自信本具智慧的障碍，我们有智慧，智慧为什么不能现前？它障碍了，把它断掉了，把它放下了，障碍没有了，智慧自然就生了。啊，障碍没有了，心清净了，心平等了。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大智慧。啊，清净心所生，
声闻缘觉的智慧，平等心所生的菩萨的大智慧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要求智慧，求福德，求功德，到哪里求？从内求，不从外求啊！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性变现的。自性在哪里？自性就是万法，万法就是自性。好比我们做梦，梦是下意识变的。下意识在哪里？整个梦中境界就是下意识。下意识变成了形象，让你看见，让你听见，让你接触到了。它不现象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啊。现象就知道了。佛把这桩事情为我们说清楚，说明白，我们再不怀疑了。可是怎么样？要真信，真信一定会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对于一切法不再怀疑了。一切法自然有智慧帮他解决。自身即断一往，真知自身比起大心。这个大心是利益一切众生，普令众生断一真正大心，帮助众生断一身心，断惑真正。故知经文是经而已。经文里头有自己决断以往的意思，有帮助别人决断以往两个意思。两个意思都有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